六宫恐惧，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，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。给您续上一杯茶，我慢慢的说，您细细的品。听大鱼话说宋朝。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，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，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，搜索大鱼茶馆，选择收听。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？咱们说到突发大火，左藏库化为灰烬，接二连三王钦若罢相南归。王旦死了，王钦若被所谓流放了啊，宋朝的权力出现了真空，但是万众瞩目却没人敢伸手，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位置谁的呀？寇准的。论资格，论威望，还有工作经验，尤其是身为王钦若的死对头，这一点宰相之位都非他莫属。何况他还充分的做了一些前期的工作，让皇帝明白他已经痛改前非，再不是以前那个寇准了。这是一个啊，由内及外面面俱到的表白过程。如果看结果，那么寇准是最大的受益人，但是看前因，发起者却另有其人。谁呀？大太监周怀正。这个名字在天书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咱们说过，也不知道各位朋友们还有没有记忆啊。是他爬上了梯子，把系在左承天门的门楼南角吃稳的那个黄绢摘下来的。此后呢，每逢赵恒出巡、泰山封禅之类的活动，他都会走在离天书最近的位置。这样他就像丁谓、王钦若等人一样飞黄腾达，在皇宫内院里边职务飙升。做这件事儿的时候，他是入内副都知，这个官不算大，隶属于啊入内内侍省。简单说一下宋朝初年的宦官等级和部门名称啊。入内内侍省最初叫做内中高品班院，与内侍省呢对半分权，组成近七人的太监集团。后来呢，他又被叫做这个分别叫过什么入内内班院呢、内黄门班院呢，以及内侍省入内内班内侍班院呢。哎，到了赵恒的手里呢，他并入了入内都知司啊，那内东门都知司，才成了入内内侍省。主要的职务呢，就是掌控宫廷内部的生活事务。这个活儿啊，是很翘的一个活儿。这是离皇帝、离皇后呢最近的一个人，哎，那么离得近呢，注定他就能够呼风唤雨啊，能够呼风唤雨，哎，能够呢这个把所有的事情都落在自己这儿。这时候周怀正的上面还有都知，这个都知后的、当然了，然后才是他这个都知啊，都知和都知，然后才是他这个副都知，底下还有压班，所以他是个兵头将尾这么一角色，想往上爬那得多努力。此人凶狠啊，以后更狠。他想出的办法内外兼修，把大宋朝里里外外都搅和一块去了。第一步，他先找到了一个京外的武官叫朱能。朱能呢，这个人背景复杂，他先是边关汉将田敏的食客，这就很特殊了。做食客必须得有超乎常人的异能。朱能的强项呢，就是道术，所以田敏投其所好，把他推荐给了皇帝赵恒，这样两全其美。田敏让皇帝高兴了，朱能则在宫中呢迅速的走红了，先当上了御药使，再之后呢被外放，当上了永兴军的巡检，哎，挂接这个州刺史的头衔啊，成了一个有名分的武官。那通过朱能呢，周怀正把自己的计划小心翼翼的实施，这很有难度。第一，既要精确把握时间，王钦若从失宠到倒台是有一个过程的，要是等倒台之后才发动，小心时机错过，更来不及了。所以呢，这当然是个完全克服啊，因为周怀正在宫里的信息极为灵敏。第二呢，要把寇准推上前台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不是说推法得有多高超，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寇准允许你推他吧。就寇准那臭德行，信不信随时暴跳如雷把你生吞活扒了？但是只要冷静点，别被寇准的獠牙吓破胆，你就能看到他最大的那个破绽，什么呀？寇准练拳。所谓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，何况他还花钱如流水，这都必须得有高官厚禄养着才能达到。而且还有一点，对寇准来说呀，官场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宰相，还必须得是首相，除此以外任何一个职务对他来说都是侮辱。那么诱之以首相就肯定会成功，更要命的是呢，搞定了寇准还得搞定皇帝。
赵恒烦透了寇准了，这是全天下人都知道的。得怎么样才能让赵恒心甘情愿地把首相位置赏下来呢？这真是一个一个又一个搞不定的难题，让人想的呀咬牙切齿的啊，头昏脑胀的。想来想去也只有四个字，什么呢？投其所好。寇准好权，那皇帝好什么呀？周怀正开动脑筋了，想了想，以他在皇帝身边工作多年的经验，想出办法来了。从这时候起，此人躲在皇宫内院，把大宋朝的宫廷内外那都搅得叫个翻天覆地。周怀正的办法，用咱们现在话来说讲，俗称叫什么叫对缝啊？主要手段呢，就是自己啊是丙方，游走在甲方和乙方之间。哎，那么对甲说呢，乙已经同意了啊，在同时找到了乙，说呀，你看是甲让我来的，是不是？在古代呢就更形象些，这是狐假虎威的这个升级版。两只对面掐的老虎都面对着同一只狐狸，可是在他们眼里都觉得这狐狸的来头太大了，千万可惹不得。具体操作流程是这样的啊。先是呢让朱能在永兴军地界内的前右线发现了天书。哎，这很方便啊。朱能的职务就是那里的巡检嘛。这样呢就把寇准推到了风口浪尖上，因为永兴军那是寇准被贬之后的辖区啊，请问寇准得怎么办呢？赞成？做梦？寇准那是政治的代表，强硬的化身，一直都在批判造神，你让他赞成那不是做梦？那么反对吗？天书送上门，正好当场戳穿，这可是在找死。近十多年来，天书奇谈就是宋朝第一国政，一个落难的大臣敢扼杀天书于摇篮之中，那罪名比欺君还要大，那是欺天的，那是。于是寇准只有装聋作哑，视而不见。哎呀，老子不管总成了吧，啊，你们爱干嘛干嘛，但别忙。在同一时间，周怀正已经找到了皇帝，对皇帝说了，哎呦皇上，天书又降临啦，宋朝的好运再次出现啦，而且这次与众不同哦，降落点是在寇准的地盘哦。试想这时候赵恒的心情啊，正在乱风遮头呢，被神的报复吓得心里扭曲，精神失常，结果突然再次得到了天书，哎呦天哪，是不是上帝真的原谅我，真写信来了呀？那可是寇准，人家不撒谎啊。要么就是另一种情况，寇准终于善解人意，懂得体贴皇帝了啊，说这个寇老信儿有变成寇爱卿的可能啊。无论哪样都是惊喜啊，这都是救命的稻草啊。于是皇帝被打动了，更妙的是为了保险起见，赵恒一贯的谨慎了一下，他私下里召见了这个一位大臣啊，有一些记载里说是王旦，但是这时候王旦已经死了。召见了哪位大臣我们现在呢就无据可查了，除了王旦以外呢没无据可查。就是问这事靠谱吗？永兴军降天书那儿有这种潜力吗？这个大臣更谨慎，而且明显的厌恶造神，他这么说的，说既然在寇准的辖区，那就让寇准上报朝廷吗？他一向不信天书，如果他都来证明，天下人才会相信呢。结果这句话就把整件事给搞定了。这句话原封不动的飞向了陕西，传进了寇准的耳朵里，只是稍微的有一点点变动，说话的人变成了皇帝赵恒，这样就相当于寇准突然接到了皇帝抛了一媚眼儿。哎，怎么样？我说老寇，你这么着，你陪我演一场呗？啊，小媚眼一抛，多少年了？自从澶渊之役结束之后，他就再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啊！一时之间，老寇这边小鹿乱撞，受宠若惊啊！但是不忙，无论出于什么目的，第一次的拒绝都是惯例，啊。老寇摇摇头，我不信天书，这事儿我得查，就算是真的我不管行吗？可远在京城深处的周怀正早有预料，不强迫不硬劝，而是出门溜了个弯，到一个叫王叔的小官家里转了一圈，然后王叔紧接着打马出京，奔向永兴军，寇准就此被搞定了。王叔谁呀？寇准女婿。把京城里暗流涌动，王钦若已经失宠，很快就会罢相的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岳父啊，老泰山。多简单呢，只要您顺从了皇帝的意思，宰相十有八九落您兜里去了。寇准一听当时就蒙圈了，这个权位和操守，信念和欲望，哎呀，寇准这时候心里难受啊，这对比多么的强烈啊！要怎么样才能安守志向，做人们心目当中的那个寇准呢？结果他还是没能超越自己的这个宿命，哎，他不过就是一位官吏嘛，宋朝的一个臣子嘛，他的职业就是当官嘛，那么敬业，
难道是错误吗？就应该当官啊，就应该顺着皇上来呀，这不是错呀。公元1019年宋天禧三年三月，知永兴军寇准上报在乾佑县发现天书，一个月之后皇帝赵恒派专人迎接天书进京，宋史中真宗一朝最后一次天书终于出现了。与前面相比，这次呢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政治把戏。在当时看出这一点并且出于各种目的来反对的人相当不少，各派人物政协两面都有人跳出来，包括什么鲁道宗啊、孙氏啊，哎呀，包括天书老大王钦若呀。前两个人反对是因为一直在反对，后面那位就是因为自尊心受了伤害嘛，天书一直是他王钦若的专利啊，居然被寇准侵了权了，而且是多年死对头，你受得了受不了，不可忍，一定要反对，但是无效。这时候全盘失控了，就连寇准本人想反悔都晚了。在他起身去京城之前，他的一个门客曾经最后一次警告他，此行凶险，您有上中下三策可选。上策，您走到河阳，就是今天河南孟县啊，您自称有病，你绝不入朝，只当地方官。中策，就算入朝也要在大殿之上公共场合揭露乾佑天书的虚假，这样才可以保全您一生的清白令名。如果您一定要宰相，那实在是下策，声名尽毁，所得无几，您会追悔莫及。寇准大怒啊，百姓的蠢物，怎知本宰相的报复，此去可以干掉王钦若，可以一展宏图，天书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，我以此上台，但以本性办事，我还是我，天下人怎么能蔑视我的名节。就这样寇准重回京师，王钦若在当年七月罢相，他在七月十七天禧三年六月十三重回相位，天地豁然开朗，命运开始对他微笑。这时候他没有任何一个敌人，放眼望去，皇宫内外朝野臣民全都为他马首是瞻，都是他的盟友，只要善加利用，他就可以既成全自己，又造福苍生，甚至把宋朝重新拉回到巅峰。千秋伟业，万世传颂，都在向他招手，寇准的寇准，你可要好自为之。简单说一下寇准的行事乐观到了什么程度啊。先说他的直系手下，在东府方面三位副手分别是李迪、王增和丁卫，这三位参着政事，前两人都是状元，分别是公元1002年咸平五年的状元王增，还有呢就是公元1005年景德二年的状元李迪。在宋史当中啊，这都是品学兼优的正人君子。如果说俩人区别，那么李迪就是文采风流型的马之杰，关键时刻也会变成手榴弹。而把王旦去掉些过于泛滥的仁德和柔弱，再加上些圣像李沆曾有的果断坚强，那就是王增。他们和寇准那都是老关系啊。寇准两次被贬到陕西，李迪就是那边的转运使，在落难当中都处得很好。王增更近一些，相当于寇准的门生。此人中状元时年仅29，当时寇准是宰相，非常赏识他，破格提拔让他当上了右正言知之高，能和皇帝朝夕见面，很快就步入了权力的内层。但是既为君子就有原则，这两个人虽然与寇准站在了一起，但是党而不群的人啊。也就是说呢，不管是什么，不是说什么事啊都顺着寇准来的，人家都有自己的调子。但是下一位就是既要党更要群的人了，谁呀？丁卫。咱们前面说过，他也是寇准亲手提拔起来的。这么多年以来呢，丁卫知恩戴德啊，对寇准毕恭毕敬，一心想着亲密亲密再亲密。不过呢，这就犯了一大错误。寇准是个欺负人的人，要获得寇准的尊重那实在是太难了。历史早已证明，你是他的上司不成，他甚至会找办法搞垮你，你是他的下属更不行，他对你呼来唤去，奴役仆使，这个如使奴仆啊，如曹利用啊，哎，就是这样的，你就是皇帝他都能有办法把你摁椅子里边去，更何况他是你的恩人，而且你还低三下四的呢。唯有你既有才华又有原则啊，别是个性啊，要是个性那就掐起来了，还得是自尊自重，这样才能千辛万苦的获得寇准寇老心低头一笔，比如王旦，比如啊，那过程当中是多么的艰难。他一开始跟王旦对付也不对付，到后来才一点点对付他。但是无论怎样，在寇准刚上任的时候，东府集团紧密的团结在他的周围，忠心不二，集体对外。你再看看西府枢密院，这时候的正使是老朋友曹利用，这个人多年积劳，步步稳升。在上一次马之杰牌手榴弹爆炸事件当中呢，王钦若、陈尧叟、马之杰这一套枢密班子集体下岗，他就被提拔上来了。
他更好对付一些。不说寇准是枢密院派系的老上级，哪个上台的都得拜他的山头，但就算是澶渊之盟时那极为发作，都能让曹利用随时闭嘴听话，所以关系更加理得顺。再看枢密副使，一个姓钱的贵族走上了前台。哎，这个钱姓各位朋友们还记得吗？吴越国王钱俶的钱，他的二儿子钱惟演。钱俶这时候早死了啊，和李煜一样死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。但那时候赵光义总打败仗，所以事情没有李煜那么嚣张，一向呢不为人知罢了。小钱呢就吸取教训，谨慎小心，基本上是用裙带关系来巩固地位，就是盯住别人家的女儿，再舍得自己家的女人，既狠且准，肯下本钱。他对谁呀、都友善亲切，你别说是寇准这样的大佬了，就算是普通的京官，他都是称兄道弟的。所以此人可以忽略不计，但是小心。海龙王钱镠的这个子孙呢、那也曾经是帝王龙种啊，从小就生活在宫廷之中啊，熟悉所有的内斗武器啊，很快那小钱就会让人刮目相看，寇准在他身上栽得格外的狠。但是那都是后话了，枢密院也成了后花园。现在咱们再来瞅瞅皇宫内院这边呢，一个原则，皇帝陛下只是讨厌寇准，但是他可从来没有说寇准不行过，他没有蔑视过或者怀疑过，他的能力还有忠心都举国共建，所以现在既然用了，就是要让他真正的当大管家，是要放权的。你更何况赵恒的身体健康目前呢是一泻千里，想像以前那样严密控制根本做不到，不放权又能怎样呢？事实上连最基本的皇权都分出一小半了，握在了皇后陛下的手里。所以看宫内就是看新任皇后刘娥。刘娥现在混得不怎么样，她只找到了两个啊，不是一个半帮手，其中的半个呢就是她的现任丈夫赵恒，因为时常出离发呆神志不全了，所以实力打折。另一个呢就是她以前的丈夫宫美，宫美现在不叫宫美了、现在呢叫刘美了，随了前老婆的姓了，诈称内兄啊，也就是皇帝大舅子。要说这对四川原配小夫妻的命运还真好，抢在了宋朝的姓程或者姓朱的圣人出生前就开始了人生，不然就算是刘娥魅力再大一万倍，皇帝再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，也别想走出皇宫中那块见不得光的小厅堂，因为舆论真的能杀死人的。可就是这样，刘娥的日子仍然太难过了。她勉强把前夫任命为侍卫司马军都虞侯，并且呢实际主管本司事务，把京城里的军队抓到了一半，接着再去攀亲带故呢找帮手，就一连串的碰壁了，装了一脸的大头包。他先是扑向了全知开封府刘宗，暗示呢咱们都姓刘，五百年前是一家，咱们都算是亲戚。结果刘宗呢退避三舍，不对呀，皇后啊，俺是河中府的，离您太远了，不可能有亲人在宫里。没办法，过了一阵子，他又急吼吼的召见了另一个大臣啊，刘烨啊，不是那个现在那个二货刘烨啊，那演员二货刘烨，说这次策略改变了，就要直接找证据。刘卿家，把你的家谱拿来，咱俩很可能同宗啊，咱们数数吧。刘烨的回复非常谦恭到位，一连气儿的说：“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，实在不敢。至于怎么不敢，为什么不敢，坚决不提。”刘娥心照不宣，羞怯难当，也没了下文了。这就是一代女中豪杰初出山门时候的境遇。她多么盼望着一位有实力派的老臣能够来做她的靠山呢？啊，寇准只要稍微有点友好的表示，他立即就会赢得皇后陛下的友谊，从此内外兼修，天下无敌。但是综上所述，这些所有的优势都会被寇准在极短的时间里完全破坏，把一个个朋友亲信都极为粗暴生猛的胖揍一顿，逼到自己的对立面去，然后你死我活，不死不休，最后数败俱伤，一起完蛋。按说这也很不简单，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那么寇准这一出大戏又是如何演的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各位，你想跟大禹交流吗？你想跟大禹辩论吗？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？你想骂那孙子吗？来微信吧，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，哎，就能实现了。记住啊，禹是宇宙的禹。